们准备。好，来。好，这个可以摘了，这个可以摘了，谢谢。
我爸到这个地方，我想看看他的头，但是他没有跟我说话，所以我当时就啊啊叫了两声。然后那个我经纪人当时我就叫我经纪人来，就有一严重谴责下面这个部分说好精彩啊，我叫我的那个经纪人过来啊，然后经纪人都不相信，都不相信我你知道吗？然后不相信我就说那你把 Chris 叫我来。然后以下这个下面这个镜头关给我来叙述啊，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我真的很无辜，我在客厅里面在吃饭，突然经纪人就过来跟我说抛酱，我说我吃饭呢，你叫我干嘛呀？他说快点过去，他说好，那就过去看看吧。我就突然跟我说，哥，我看看。我不敢自己一个人洗澡，我让 Chris 站在那个地方，我就站在那儿。真的是好精彩，把它剪成宣传片播出。所以涛，你那两声叫声真的是，这个能不能剪啊？我都笑得不自然了。那么娘的叫声，我就是不喜欢。自然，自然，自然，自然一下，自然。节操，注意节操。我不得小伙伴们惊呆了，好吗？好的。好，刚刚听了这么一段刺激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节目组特别为十二位帅哥准备了一个很短暂的视频，就是要看他们十二位帅哥平时都用生命在干些什么，一起看一下。所以 Chris 从你开始，你要控诉他们的哪一位？什么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以。都可以啊。对，全部都控诉。好，他控诉你们所有人，请讲。一个讲不，你就说为什么要控诉他们。长太高了，颜色换太多了，眼睛大。一个非常没有内涵的控诉，但是有一点我听不下去了，你凭什么说别人守护比你矮？矮怎么了啊？矮怎么了？你说低了他高兴吗？整个队伍里面我最爱的一个低了，低了跟我的个子是最配的。矮怎么了？跟我其实很配，是高对。Dio， 他说你个子高。
释一个道理，叫做浓缩都是精华，是不是？精华，我们是精华，是。好，小霍，他说你矮。他说 Chris 只有个子高而已。其他成员当中，让你控诉一个人的话，你要控诉谁？你在孤岛里生活应该很孤独吧？鹿晗，没有没有。别走啊！啊，不对，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生气别生气。没有，我觉得有点冷而已。没事没事。鹿晗真的没有吗？没有没有。真的没有？真没有。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当中显得 Chris 那么小气？拍，不要再拍了，不行。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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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棒，小布。没有。小心点，顺利，没有，是不是？谢谢。没有。国贤，帮帮 Chris 哥哥吧。十二人当中，谁最小气？我说三二一，请指啊。为什么最小气的不应该是你？我觉得从刚才两轮来判断，应该他们是比较嫌弃个子高的。不是我，这为什么是我呢？我一点都不小气。真的吗？真的，你问问鹿晗，问问心，问鹿晗，你说他小不小气？不叫哥，还可以，不小气。那你去问心，我你说你这人是所趋。我看他们都拒绝他了。谁第一个选下涛的？我都不知道谁。国贤是吧？国贤，你为什么觉得涛小气？아태원아맨날제가뭐고사달라그러면은맨날자기돈없다고하면서뒤에서혼자사먹고있다고맞아요说什么？国贤说每次他有什么东西想吃，然后让涛给他买的话，他就说没有钱，但是自己会拿着钱出去给自己买着吃。你这山东人太抠了，就不是你在尊重我，太抠。
下和谁住一间房？到底想指谁呢？好，想指自己。好，就知道别人。守护，指护。第二，好，孤独吗？好，你是世勋，然后你也是世勋，好，你们两个互相指认。好，你自己住。好，自己住。你呢？好，第六，第六这个谁？好，要跟秀敏住，我也跟秀敏。涛呢？自己住，你打算自己住？哦，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他想跟每一个人住。好，所以他指的是你。Chris 呢？打算走。你跟我住。那我走了。抛弃了，感觉。抛你怎么能抛弃 Chris 呢？灿烈，你怎么可以抛弃 Chris 呢？太迟了，太迟了，太迟了。涛，你要走了，不然不陪我洗个漱呗？你紧张了。